8点准时更新，我是贞子。育碧的系列游戏最新作《孤岛惊魂6》即将在今天发售。本作目前的媒体评分已经公布 ，M 站的 PC 版媒体平均评分77分。据 GameSpot 表示，本作的 NPC 和反派角色的塑造非常有魅力，并且开直升飞机放火炸毁目标也很有趣。但是地图上任务还是太多 ，AI 敌人显得不那么聪明，玩家的武器收集定制系统显得没那么必要，应该算是一款不错的续作了。当然，对于喜欢开放世界和 FPS 游戏的玩家，市面上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，买就对了。数据网站 SteamDB 的程序员在推特上发布了 V 社正在开发手机扫码登录 Steam 客户端的功能。据他表示 ，Steam 最近的更新代码中，有关 Steam 账号登录的代码中多了一行手机 Steam App 扫二维码登录 Steam 账号。都2021年了，希望度假社赶紧上线这个功能吧。游戏还可以，就是更新有点慢。生存冒险游戏《漫漫长夜》在近期迎来了小幅度涨价，国区价格从80涨到了103。原因是本作时隔2年终于更新了故事模式的第4章《愤怒承诺》。在第4章故事中，主角之一的麦克奇被一群凶残的逃犯抓住，你需要操控他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，继续寻找阿斯特利德。另外，制作组还表示，他们为最终章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未来几周将公布生存模式、更新计划、40代版本以及 MOD 相关的内容。只要名字够长就可以当上轻小说标题这件事， B 站最近上线的番剧《我被逐出队伍后过上慢生活》同名游戏也上架了 Steam 商店，预计在今天发售，售价35元。番剧和游戏都是改编自轻小说，因为被认为并非真正的伙伴而被赶出了勇者的队伍，所以来到边境悠闲度日。游戏中主角从前线退下来，开了一家草药店，需要从田地里收集采集材料，捕鱼，用材料来配药和做饭，增加公主和妹妹的亲密关系。像素风点击冒险游戏《离奇发现》近期上架了试玩版本，预计年内发售。本作设定在1980年的圣诞节，三位主角正在破解付费的成人频道时，收到了一艘外星飞船的求救信号，于是他们准备前往小镇附近的森林，阻止外星人入侵。游戏采用了传统解密游戏的点击机制，点击观察物体、对话、收集组合道具。疯狂背刺今年发售的塔防游戏《无限塔防2》宣布将在10月14日转变为免费游戏，目前 Steam 售价22元，原因可能是开发组太久没有更新，提桶跑路了。本作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画面，塔防和怪物都是不同颜色组合的色块，游戏玩法还是基础的塔防玩法。虽然视频里看起来塔防玩法很纯粹，但令人诟病的是，游戏中有大量要素需要肝，对于一款单机游戏非常不友好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游戏 CDK 微店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，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。欢迎在公众号留言指出我们文案的错误。那么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